台湾人的爱买保健食品，但保健食品也要定时吃吗？或者吃时间不按准时吃会有问题吗？然后也早起吃一把维他命，但真的只要定时服用保健食品，你就保持你健康吗？还有很多人买保健食品，现在吃错时间，还有吃错剂量，不仅效果大打折扣，还可能吃出病哦。吃错没效还伤身，水溶性、脂溶性维他命吃法大不同。下列常见的维他命当中，哪些是水溶性，哪些是脂溶性？就不要说你了，医师也可能写错。那你们写，就你们知道的印象当中，哪些是属于水溶性、脂溶性？因为我只知道一一定是脂溶性，水溶性有那么多 A B C D。其他的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想大概，因为最常听到就是一是水脂溶性，其他的我想说大概都水溶性，所以没有特别。是啊，我是根据逻辑的，因为呢，像我们吃维他命 B 群都是配水喝，然后呢吃这个维他命 C 是发泡锭，也都是配水的。我记得 D 好像是晒太阳，比较冷的应该就是脂溶性。还有维他命 K， 我们听都没听过。但我觉得只有 C 是水溶性。其他应该都是脂溶性吧。这个妈妈可能比较会是对的哦。水溶性是配水哦，脂溶性是不是餐后餐中餐？对，有要吃点东西之后吃，要有点油脂可以带动。有的还有说吃饭吃到一半要赶快吃。哪有这样？跟饭融在一起呢，肠胃才会消。有吗？有这种的？真的吗？餐中餐啊。对，我真的很难想象。什么意思？所有人都错哎。我想说这么简单的一题，医师，我们要是赢了，我们就做那当医师。代表你们都没有准时收看医师好了，这我们在节目上面提过，还说连瓜哥都不太知道。什么话？什么话？你看他连写都不写。请你客气，也说什么大家的错，我有错吗？我连写都没写。再见。好了，当然解答还是要解答哦。正确答案是水溶性是维生素 B 群跟维生素 C， 那剩下的 ADEK 就是脂溶性的营养素。而至于说刚瓜哥讲对一点，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它的确是要随餐或者是餐后食用，因为它主要是要油脂的存在下才能增加这些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率。而也就是因为脂溶性它 ADEK， 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过量食用中毒的情形。它比较像大家一定有吃过维生素 C 嘛，哎，吃完之后去上厕所，是不是觉得就是小便好像比较滑，或 B 群也是，因为它比较代谢的速度比较快，可能就随着那个尿液排出去。可维生素 ADEK 它是从粪便，所以它代谢的速度是比较慢。所以如果你短时间大量的使用的话，就容易导致中毒的情况。之前是遇到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出现这个脂溶性营养素中毒，因为他是给阿嬷带。隔代教养，那阿嬷就听那个隔壁邻居说，小朋友要吃鱼，常吃鱼才会变聪明。他觉得说，哦，那自己的孙子当然不能输在起跑点啊。可偏偏自己的孙子又完全不吃鱼，因为怕那个鱼的味道，他就想说，那我去买鱼油给他吃好了。就偏偏又买错，他买成鱼肝油。鱼肝油是维生素 A。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脂溶性维生素 A 主要的来源就是鱼肝油，然后建议量是一天一颗，他给他吃到三颗，所以他错误的量点，第一点是鱼油买成鱼肝油，第二点是一颗吃成三颗，短时间之内他都发现他孙子出现容易疲倦、累累的、虚弱无力、没有食欲等等的一些状况。后来阿嬷就越看越不对劲，送医发现肝脏严重肿大，而且还有肝发炎的问题，就医生就推估应该是鱼肝油过量导致维生素A 中毒，所以其实脂溶性营养素一样对我们身体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现在有在补充，尤其是单方的，像有些人会特别去买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来补充，单方的一定要注意那个补充剂量。那另外一个族群是减重的人，因为减重的人我们常常遇到是所有油都不碰，然后什么都过水过汤，他基本上饮食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油脂，所以这些脂溶性营养素吸收率就会变差，导致缺乏。这个刚刚你看阿嬷鱼肝油油跟鱼油，对，单这两样是没有伤身体的，可是你搞错就会伤身体。小时候真的都会吃鱼肝油，对，我记得小时候，尤其是阿嬷超爱喂。对啊，那个鱼肝油加钙的那个广告，对，因为那个鱼肝油，刚我们讲嘛，它是维生素 A 主要的来源。那其实有那个广告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啊，巩固健康，对，保护眼睛，主要维生素 A 是顾眼睛。
哦，它是让我们的感光的一个物质形成的比较好，所以其实它的确对于眼睛是 OK。不是，它广告没有错啊，它是，可是你的量对适不适合吃，什么时候该吃，那个真的做的太好吃了。我现在想起来还好，我现在没事，因为我小时候因为那一天把它当糖果吃吗？对呀，把它当糖果吃，一天会吃到十颗，我都含在嘴巴里面舍不得吞，慢慢的融。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有脂溶性营养素的一个中毒的危险。是，你看这两个瘦成什么样子？医生跟他。那我现在讲讲我们油溶性维他命里面的最近很夯的一个维他命叫维他命 D 啦。那维他命 D 的话，其实这近几年的研究发现说，其实它跟肾脏病也是有关系的。维他命 D 在体内血液中的浓度越低的话，尿蛋白会越严重，血压会越高，而且肾脏病的进展会越快。那同时维他命 D 本身又跟一些免疫性疾病其实也是会有相关性的。那所以缺乏的话，其实会造成身体一连串的疾病。那我就有个病人啊，二十几岁的女性啊，她本身她十几岁就被诊断为红斑性狼疮了，那红斑性狼疮其实一开始控制的还可以啦，到后面其实有点渐渐失控的现象，而且他的红斑性狼疮已经去侵犯到他的肾脏了，他已经变成狼疮性的肾炎，他狼疮性肾炎又造成了肾病症候群，他一天的就尿蛋白的流失可以到十几颗以上，那这时候我就帮他验了一个血液中维他命 D 的浓度，我们正常的要30以上，他验出他几乎是验不到，那这时候要给他补充维他命 D， 其实因为他身上都有一些狼疮的一些病灶啦，你就要去晒太阳，其实也不太可能啦，就请他先去营养补充品来补充。那我一开始我先叫他补充5000单位哦，那我们人体需要量一天是800单位，先请他补充5000单位，结果补充了一个月之后，既然那个数字没有什么跳动，还是维持大概在10左右的低档而已。那之后就问他说：“你平常饮食吃一些什么东西呀？”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身体有免疫性的疾病，吃东西要清淡一点。他说是蔬菜水果为主啦，他平常吃的东西也真的是很清淡，几乎都不含油的东西，尤其他补充这个维他命。它是空腹的时候吃的，那这种油溶性的维他命，其实你本身就是要跟油腻的食物一起吃的话，吸收效果才会好。但他又不喜欢吃油的，一来他又怕胖，啊，所以这样子吃进去的话，吸收度就很低了。再加上因为他平常又防晒，所以他偏偏他怕怕晒，平常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都是下午的傍晚的时候出去晒的，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办法从大自然中再得到维他命 D， 所以他这低浓度一直都拉不上来。后来就是我再找了营养师在跟他谈，改变了整个饮食习惯之后，后来他很快，大概2个月左右，他体内维他命 D 的浓度就拉到50左右了。那这时候我们再搭配类固醇跟一些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他这个整个尿蛋白就从一天10克以上的流失降低到大概0.5克以下。哦，所以整个浓度一拉上来，疾病也得到控制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者女生啊，或者是男生，其实对于皮肤的一个状况都是蛮想要知道怎么去改善的。我有一位太太，她是因为皮肤蜡黄的问题，已经让她困扰了非常久，所以她辗转呢就去百货公司，然后去擦，买了一些保养品去擦，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皮肤有好了一点，但是皮肤蜡黄的现象还是没有改善，这是她最困扰的一个点。再来，她在朋友辗转介绍下去了医美，结果呢被推销非常多的疗程，做了一阵子之后，皮肤确实变得很好，但是皮肤蜡黄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在一次的辗转的状况下呢，他来询问我，就是他想要买护眼的产品，他问一些保健食品，然后我就会去询问说他的饮食状况，然后发现其实他还蛮养生的，很多养生的人他在吃菜的方面，他会选择深绿色蔬菜，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呢他这个状况下已经补充了非常多维生素 A 跟叶黄素了，可是他又会去买一个保健食品叫高单位叶黄素，导致呢他的叶黄素过量，所以他皮肤蜡黄呢，是因为叶黄素的过量产生了一个叫做胡萝卜血症。所以我当我跟他说，你把高单位叶黄素给停掉之后，一阵子，他的那个蜡黄就改善了。其实基本上在一些比如说红色、橘色的一些蔬果里面，都有所谓的类胡萝卜素，它也是属于比较容易沉积在我们的皮肤，导致所以很多人说，哎，短时间之内每天吃木瓜，每天吃木瓜，哎，手心好像就会变黄。其实那个也不要担心，那也不是中毒，那个其实一段时间，因为毕竟是从食物里面得到，比较不容易。可是像刚才营养师讲到，它是从剂，就是补充品，它的剂量会比较高，那其实就比较容易导致中毒。可是如果你只是
有食物里面吃到，然后导致皮肤有一点黄，这个还好，这一段时间之内就代谢掉。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脂溶性维生素，它很容易就是你过量的话会沉积在肝脏跟肾脏。那水溶性维生素，你好像表面上听起来是水溶性，好像喝水就可以代谢掉，但是提醒大家过量还是有一定的风险。那像我的营养门诊呢，其实曾经有一个45岁的妈妈，那她因为三个月过后，她的女儿要结婚，她就听人家讲说，哎，好像补充一些维他命可以让你皮肤漂亮啊，上镜头又好看，当天你就会很美，所以她就听说要吃什么女性综合维他命啦，然后再加胶原蛋白，再加维他命 C 这样子吃。那其实一般剂量会建议她说大概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了。她就自己想说，我想要赶快，因为三个月马上就要到了，我就真的是早中晚，她早中晚各吃3颗，然后维生素 C 就想说水溶性的没关系，她一次吞一把就是10颗的剂量，直接就是照三餐这样子吃哈。那其实大概过2周之后，她就觉得说，哎，好像真的，好像真的精神有比较好，然后好像皮肤气色有改，哎，还有改善。可是呢，到了晚上，她有一天晚上就发现她左边的肾脏剧痛。就是直接剧痛，痛到直不起身，然后就倒地。那他女儿看到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就赶快帮他叫那个救护车去送医院，才一看，哇，天哪，是急性的这个肾结石发作了。那一问之下，原来他原本这个妈妈就有肾结石的病史，而且他完全不喝水，三餐都只喝茶去配这些维生素 C。 那大家知道吗，其实维生素 C 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草酸，那草酸又跟茶跟你饮食有一些豆腐豆干，结果形成了大量的草酸钙的结石。那特别针对有结石病史人，他其实就急性发作，就要做体外震碎这些，他发生一些急性的发烧然后尿不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会建议大家维生素 C 呢，你可以适量补充，但是还是会建议按照瓶子上面的这个剂量补充，会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补充。那我们会建议，其实一般的维生素 B 跟 C 你大概是4个小时补充一次就好，然后不要选择太高的剂量，因为过多你还是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那站在营养师的角度，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如果一天3蔬2果，其实维生素 C 的量其实是已经够了，那你要额外补充就一点点就好。可是像就是大家都在吃的这种保健食品，你去很时常会忽略它的这个剂量要控制。像我自己的饮食习惯是，我吃东西一定要喝饮料，然后所以我就是三餐我都要配着饮料喝。那我早餐可能就是会喝那种养乐多啊，中餐可能会喝可乐，那晚餐的话可能就是啤酒或蒸奶，那种味道越来越重这种。那后来我就一直觉得说，嗯，可能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再这样下去不行，我一定要戒掉这个坏习惯。嗯，然后呢，我就试了。我把这个发泡锭把它泡在水里，然后再加一些冰块，你就把它当做那个特调饮料的感觉。Okay, 我发现喝起来竟然真的有跟果汁一样的效果。然后我就想说太好了，那我就不用喝这些饮料了，我用发泡锭来当饮料，那既可以就是保健，然后又可以解掉我在吃饭的时候的那种油腻的感觉，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天差不多喝到5杯，我差不多喝了这样子喝了2个多月。然后后来2个多月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去背包客旅行这样子，那我背包客旅行的时候我就忘记带到我的这个发泡锭了，然后所以我就差不多头一个礼拜还没事，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发现奇怪，我的牙龈开始会出血了。我想说惨了，一定就是我的维他命 C 不够了，然后我就想说一定要马上买，然后我立刻在当地呢，又到处去找了这个发泡锭，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喝到一天差不多喝到6杯到8杯，因为我想说在外地旅行又很难吃到水果，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来补充这样子。就后来我发现到最后的时候，我开始会有那种就是恶心想要吐的感觉，然后而且会一直就是肠胃感觉好像是一直会很不顺，然后会一直想要拉肚子，一直想要拉肚子。后来我就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去找那个家医师看，家医师才提醒我说这个风险很大，因为如果再这样吃下去的话，严重的话有可能会有肾结石，然后不然的话像我刚刚出现的那些什么腹泻啊、恶心的感觉，那个就是一些初期的这种预兆，那个就是维他命 C 中毒的一些征兆哈。我在想，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吃维他命 C 啦。其实维他命 C 我们刚刚讲要3蔬2果，可是真的有时候是真的是蛮难的哈。所以维他命 C 其实卫福部是建议哈，一天大概100毫克，你可能吃个芭乐、吃个那个圣女番茄就够了，就有了。可是每个人，我后来发现每个人的需要的量是不一样，而且可以差到数10倍。好，比如说你比较耗脑的肾上腺，维他命 C 会帮助你制造那个肾上腺素，你在重病的时候也要维他命
命 C 耗量也很大很大哈，所以变成说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不一样，你要观察你的身体是出现黏膜破皮、流鼻血，然后比较疲劳，好，这个的确是哈，或者说很容易淤血，这个都是维他命 C 缺乏的一个现象，这叫。它叫抗坏血酸嘛，以前有个叫坏血病，那些海军出去长期没有吃到那个青菜水果，就出现这些出血的情形，海盗啊这些啊。对对对，那我补充一个吃过多，你知道我刚刚讲胃腹部说一天100毫克，然后我们一般会建议不要超过2000毫克，你那个一颗大概都在500或1000的嘛，对不对？一般至少都在500或1000，一天太多了。但你如果到2000以上，2016年他们有做研究，到底会不会产生肾结石？哈，他们发现要是从一般食物来的哈，就天然食物的维他命，吃到1000、2000都不会产生肾结石，可是补充这种定剂的哈。男生只要超过2000，肾结石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哎，女生比较不会，反而女生比较不会。所以我是建议在2000以上就务必要多喝一些水了哈。我就举我碰过吃最多的是多少，你知道？1万毫克。我们假如说胃腹部是100毫克嘛，一天100毫克，它是1万毫克。对，100倍。这个在很多自然医学疗法里面有在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一个男生50几岁的男生，他是一个那个肾脏癌的病人哈，那肾脏癌把一颗肾脏拿掉了。那拿掉之后，他就开始很养生，就开始做一些生机饮食啊，就去生机饮食店吃那些自然疗法。那生机饮食店有一天就找了一个博士，自然医学博士来演讲，就告诉他说，你要那个预防癌症复发哈，要用大量的维他命 C。他们建议的都是那个1万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大剂量。他就这样吃，刚开始吃就像那个医生开始就会觉得，因为它是一个酸性物质，胃就会痛，然后就拉肚子，因为它吸收没那么多，就从大便一直拉出去。自然医学疗法是跟他讲，这个就是在排。排毒嘛，所以他也是照常这样继续吃，吃到半年就是开始又出现肾脏痛、血尿。他那时候很担心，因为血尿，他很担心是不是癌症、肾癌又复发了，就赶快来找我。我一看，其实做了一个超音波，哇，7、8颗的肾结石。他半年前有肾癌，那时候做过电脑断层都没有肾结石，就是半年就产生了7、8颗的肾结石。这个为什么？因为他那么大剂量的那个维他命 C 嘛，这个造成的。那后来我当然找到那个泌尿外科把他的石头处理掉，可是他只有一颗肾脏哦，这一次也是严重，所以半年之后就死肾了。所以大家在吃那个维他命 C， 如果你吃到超过2000毫克，务必要多喝水。他们有研究，你在16毫克就很小剂量的时候，98% 都吸收进去了。他们刚刚放大到1200毫克，吸收率只有多少？只有16%。你吃到那么大剂量，它因为它会塞车嘛，塞车不进去一个从。不等同的，对的。对对对，你等于浪费掉，所以应该是小量的，长时间慢慢吃。补充一下，这个才是对。其实观众朋友可能会因为维生素 C 太好取得了。其实如果观众朋友你目前也在吃大量的维生素，因为可能有人现在目前就在吃，千万不要马上停，不要马上回到刚刚洪医师讲到的100毫克，你忽然降到标准剂量，你会出现类似维生素 C 缺乏的症状。所以为什么刚医生说他长时间这样吃，出国哎马上没有出现牙龈出血，就是维生，其实他身体不是真的不够，我不是真的缺，对，而是因为你前面这段时间大剂量，对，等于说身体已经习惯这种高浓度的情况，你忽然断掉，他就会马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你目前是吃1000、2000甚至4000、5000，慢慢降。像这种维他命 C 啊，其实它本身是个抗氧化剂。那如果说你在吃比较大量的时候，在体内会产生过多的自由基，那这种过多的自由基去破坏我们的细胞，产生结石之外，破坏细胞也产生一些癌症等等的这些症状发生。所以如果大家，所以说为什么你在感冒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我要吃大剂量的维他命 C， 其实就是为了产生这些自由基，然后它就可以去攻击我们的这些细菌或是病毒去侵入。所以说，哎，在感冒的时候吃大剂量的维他命 C 是 OK 的，但你平常如果吃太大量的时候，反而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风险。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补充维生素 B 群嘛，那 B 群的话，很多人都过去觉得说可以跟改善疲劳啊，能量代谢有关。那现在其实许多研究都发现说，这个维生素 B 群，尤其是 B6， 那 B6 它可以预防我们的帕金森氏症。那我这边有个患者是在65岁，那他是一个帕金森氏症的患者，他有收集到很多资料，发现说，哦，原来吃维生素 B 群，尤其是 B6 可以改善这个帕金森氏症或可以预防，所以他就去买了很多来吃，就吃一次之后，反而这个帕金森氏的症状反而更严重，手抖得更厉害，那于是就赶快跑来的门诊，然后来问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后来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帕金森氏症的药啊，它本身其实不能跟我们维生素 B 群一起吃，其实它会干扰它的吸收，对。那所以的话，其实呢基本上维生素 B6 其实它是可以预防的，没有错。那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服用这个维生素 B 群的话，那会建议说，好，你如果你是帕金森氏患者的话，那建议是说，那你看要不要是饭后吃啊，或者说饭前吃，就是说要跟我们这些
帕金森的药要分开，就是说这个维生素 B 群呢，因为它要去干扰到我们这个帕金森氏药物它进到我们脑袋里面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它如果同时吃的话就会去干扰，那如果你分开的话是没有关系，但是的话你一定会碰到那个忘记就一起吃，对忘记，对，那它会产生什么症状？忘记的话就等于说你的帕金森氏的症状就开始变得很明显，药那对不能一起吃，那如果说你真的发现说，好像症状变严重的话，当然是要赶快来寻求我们医师的建议。不，台湾人爱进补了，市面上贩售的补品呢，琳琅满目，像什么低基金啊、基金啊、显金啊、显定啊，啊人参啊、燕窝啊，什么龟鹿二仙胶啊，这种都是补品嘛。但是真的补对了吗？调养体质，超爱补，对症下药才有效。有一个33岁，她是红斑性狼疮的这个女性朋友，那她来看诊是因为哈，她的这个肾功能一直就维持的不好，每次验 BUN creatinine 都是100多，就怎么样也降不下来，可是其他症状都还好，她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可是指数就是不正常。那医生就会说没关系啦，没有症状就好，继续观察。她想说那试试看中药调理是不是可以改善这个部分。那来给我看之后把脉，状况自然都是还好，所以我就利用中医的一些原理哈，帮他做一些补肾气啦、调补以及滋补方面的一些药材。那2个月之后去验，他的 BUN creatinine 恢复到10几，他觉得很开心，我们也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帮他停药，停药2个月之后再验验看，好像有维持住，我就说好，那你就回去，自己就是维持生活作息啦，然后好规律运动之类的一些医生的话，然后他就说好，我回去了。2个月后他又来了，我说怎么了？他就把肚子掀开来，整个抓得像那个牛皮癣这样。我说你是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仔细一看，哇，大腿内侧，然后手肘内侧，整个都抓得好像。我说你是被家暴吗？他说不是，我就是突然皮肤很痒。我说你吃了什么？没有，我没有吃什么，就你的中药。我想说中药效果好像不错嘛，那我特别选这个市面上含中药材的一些保健食品。那人家跟我说那个牛樟汁很好嘛，抗癌、提升免疫力。我就想说我要把自己顾好，我就吃那个。我一听就觉得心里不妙，我说只有牛樟汁啦没有别的。还有灵芝。我说一次讲完好不好？他说好啦，剩下冬虫夏草。我想惨了，三个最名贵，然后最调节免疫力的东西，大手笔。不是他，我就赶快跟他说，你就是先停，然后很有耐心跟他讲说，你不要忘了你是红斑性狼疮的体质，这是重点。你的免疫基本上是失调，它是过高哦，它会攻击自己身体的免疫细胞。我帮你调平衡了，你又去诱发它，让它免疫又高，那你想想看会什么症状？那这次回来其实就是皮肤痒的症状。然后其实我们后来就怀疑会不会是在吃西药调理的期间，他也是吃那些保健食品导致这个肾功能一直降不下来。所以我要教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含中药的补品，到底要怎么吃？像以最常见的思路来讲，这个女性朋友大概有月经之后，妈妈可能都会炖给你吃，但正确的吃法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得思路就是补血的。那如果你的血还没有干净，你还在月经期间是千万不可以吃的，或是你有一些分泌物是红色分泌物，比方说有的人会有这个月经期间像排卵性的出血之类的，这个都不可以。所以如果你要吃的话，就是干净后的1个礼拜，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属于贫血的体质，比方说你有地中海型贫血或是缺铁性贫血，那你可以连吃7铁，吃7天是 OK 的。而且我会建议你要在晚上吃，就是4点之后，因为它是补血，在中医来讲就是补阴跟补水的，因为白天是阳，晚上是阴，所以搭配这样的节气的这种就是规律来讲，就是晚上吃。那同理，人参就是白天吃啦，白天就补气提神。那其他像鸡精啦、鲜精，如果肾功能不好，你就是不要去碰它。还有一些燕窝之类，这比较会有就是会有这种过敏的体质，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关系，所以有的人他会吃过多，过多的时候它会产生过多的一些反应，是很容易诱发过敏体质，真的就不要吃。之前就是因为那个看到很多那种女明星都会说她们有吃燕窝保养皮肤，然后我就也很想要跟她们一样好皮肤，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来吃燕窝。就是那种冰糖燕窝，通常才10罐就要3-4千块，然后就想说那不然买那种干的自己煮好了，就一去看干的更夸张，要上万块，全部都买不起呀。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呢？不然上网找找好了。然后我就上网找，还真的被我找到一家网拍。然后他说他们家呢有自己的燕窝厂，然后呢平常也有在帮一些大型燕窝品牌出产产品，这样代工这样子。那他们自己就是另外还有自己做了，有做一样的产品，然后只是没有标，但是是真的燕窝，然后便宜卖给大家。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很划算呢，就是什么一个月份
30瓶才2000块，超便宜的。他应该是给你白木耳吧？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就很开心的订了以后，然后就每天喝。结果喝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全身很痒。我开始，而且我不是只有皮肤痒，我是眼睛也痒，然后头皮什么都很痒。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就是燕窝怎么样的，我那时候以为我就是单纯的身体过敏，然后比如我就会去眼科拿眼睛过敏的药，去皮肤科拿皮肤过敏的药，然后就是都用了以后都没有效，所以后来才有去那个就是看加医科什么，他有跟我说，哦，燕窝你可能是会过敏，你不要吃。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停掉了。停掉以后就发现，哎，真的就不会痒了，哎。然后可是呢，后来有一天呢，在那个长辈请吃饭，然后长辈请吃饭就请那种桌菜啊，然后到最后一道呢就是燕窝，然后超贵的。然后我就想说死定了，我对好对燕窝过敏，可是吃完以后感觉要看医生了。但不管啦，这那么贵的，我就硬吃。你真的会过敏？没有，这就是最神奇的。我吃完那个燕窝之后，我居然没事。你看，所以我后来发现我是每到家燕窝，他可能连白木耳都不是，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化学做出来，对，中医师可能还没见过真的燕窝吧。他可能是真的是吃到不知道什么样的加工的东西过敏了。如果是真的燕窝，你看到你可能不敢吃，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杂毛，然后那个颜色你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你看，就我觉得是品种的问题吧。对，是品种的问题。其实台湾的社会哦，有一种根深蒂固那种进补的观念啊。嗯，大部分一些进补的一些补品嘛，就是高油啦、高盐啦、高蛋白、高磷啊。那如果您本来你肝肾功能都正常的话，补这些东西应该是可以得到好处的。就是，可是常常就是我们一些身体虚弱的人啊，都是合并一些肝肾的疾病的话，你这时候一进补的话，反而会出事情。那之前我就有个病人哦，50几岁了，他是一个渔夫，他们一出海都是常常都是7天10天才会回到岸上。那其实他们就是船上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些水果啦，那所以他们都几乎都是吃那个蛋白质，我都是吃肉类为主的，尤其是那种腌制品的。那个病人呢，他本身就是。就是他常常就是鱼抓了，然后就现宰现吃，然后哎，然后有时候再配个酒，然后在船上那种夜晚的时候配着月亮啊，然后这样子喝酒，哇，然后吃好瘦哦。其实他是很享受的，但是他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发生痛风了，他其他的尿酸值就很高，然后是痛风了，他常常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有时候渔船刚离港而已哦，那渔船马上把渔船再开回去，他回到岸上的时候打个止痛针，打完了又继续上路，他这样久而久之，他痛风反复的发作，然后又打了止痛针，肾功能就越来越差了。等他其实差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终于来到我的门诊了啦。就门诊一验，他的血液中的尿酸值是12哦，我们正常是在6以下，他是12以上。那他的肌酸酐也已经到3点多了，看起来已经是一个第5期的肾脏病了。那这其实整个人看起来状况已经不好，已经面黄肌瘦了啦。然后我就开始就我也要找营养师来，就开始跟他说，就是我们应该采用低蛋白饮食啊，那也要低油低盐，然后低普林的这些饮食了。讲讲他都跟我点头说好好好，但是没多久就是出去的时候又还是痛风发作，又再被送回来了。后来有一次他老婆就陪他来我门诊啊，后来他老婆才跟我讲啊，就是他看到他先生这样面黄肌瘦啊，觉得心里很不忍啊。他要出海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帮他炖鸡精，然后又炖麻油腰子，他想说吃腰子就可以补肾。然后又再弄一些冬虫夏草啊，人参一些大补的东西，让他带到船上去补，就更惨了。这些东西你补上去的话，因为本身你那些机器它又没有过滤过的，盐分又高，里面的磷又高，所以这些情况就加速了他肾脏的恶化。啊，再说这个病人就是运气也不好啦，后来即使请他太太也改变了整个饮食习惯，就已经来不及了。他整个肾脏里面都塞得满满的尿酸石了，到时候这个病人就已经牺牲了。所以这是典型的，就是你要补，反而越补越惨。其实到了后面，如果你身体有合并，你有一些糖尿病啊，或是肝肾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要进补之前，还是跟医师或营养师讨论过，会比较安全一点。其实我一再讲说哈，肾脏一有问题真的很麻烦，你绝对不能吃营养的东西，只要吃营养的东西就会提早起肾。可是做儿女的都非常孝顺，你看他已经，你知道肾脏不好会贫血，会免疫力下降，会他已经累很不舒服了。那这些孝顺的儿女一定会买，国人最喜欢买鸡精跟鲜精，他觉得说他胃口不好，那可是一补下去本来可能2年要洗肾，可能就提早成半年就洗肾，这个是让我们很害怕。所以我就举一个案例，这个案例
每天一直在发生哈，那是一个糖尿病，已经到慢性肾衰竭，已经到第四期末了。那有一年冬天哈，因为他肾脏不好的时候，他们会很紧张，你告诉他该正规的药要吃，他们都不大敢吃。那有一年哈，应该要去打流感疫苗，他没有去打流感疫苗，结果那一年就得到流感了。那流感完哇，那个整个就这样发烧啊，住院啊，那出来之后整个人又瘦了一圈，软趴趴。到尿毒很高的时候就会贫血，会恶心想吐，这是尿毒的症状，吃不下饭。那他的就孝顺的儿女就买了那个鸡精给他吃，那鸡精都是一些浓缩的东西，里面可能钾离子、磷酸盐这个都很高。但我们肾脏要腺磷、腺钾、腺蛋白，那他这个三个都是特别高的。那吃进去之后就开始出现心悸啊、手抖，然后那个很冒冷汗。那送到医院，那个钾离子高达到7.2，你肾脏排不出去，我们打了一些什么利尿剂还是排不出去。后来就提早洗肾，好，这个我一直在想说，那怎么办？他你看到你长辈就是很没力气，现在有专门为那个未洗肾的一些肾脏病配了一些什么低蛋白的一些牛奶、低磷钾的那些牛奶，那你就问那个药师啊或营养师，他都会给你一些建议，千万不要去补错，补到高蛋白、高磷、高钾，这是反而会提早洗肾哦。对老人家要孝顺，不是大鱼大肉啊。以前有因为我妈妈跟我姐姐住嘛，所以有时候去看她。看他这个在吃那个餐，哇，真的是很清淡的，粗茶淡饭，哇，真的，这个青菜都是用水煮过的这种，而且汤都是很清淡的那种。那有时候就带他出去吃大餐，你会发现那老人家哦，坐在餐桌眼睛都闭起来，你就觉得好幸福，好难得吃大。可是姐姐就讲，你这样吃大餐，你晚上回去就很难睡了。对。对不对？对，因为它食物的问题会造成你睡眠的问题，难消化啊，或者是，所以你要让父母亲其实要活得久，其实要残忍让他过得清淡，是不是？不能过于清淡，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有常常去访视的时候遇过，儿女真的孝顺，无盐无油，其实就低血压，对，昏倒。或者是就便秘了，因为没有油，所以其实适量啊，适量是适量。根据调查发现，台湾人的矿物质缺乏，80%以上的人缺钙，70%的以上缺锌，65%以上缺镁，甚至有女性超过50%的人铁质摄取不足，强身强健，钙、镁、铁、锌不能少。花哥刚刚讲有点低估，以钙来讲呢，卫福部之前调查发现，国人以成年人来说，我们80%是缺钙，但是小朋友跟青少年100%缺钙，所以钙喝很多牛奶耶。对，没错，没有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喝很多，但是其实除了牛奶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里面也要均衡的补充，不能把牛奶当水喝哦。牛奶当水喝，因为牛奶本身蛋白质高，蛋白质太高的状况下，它会使钙更容易流失。对，所以适量，一天2杯牛奶是最多。其实我们在补充这些矿物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 paper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补钙的时候，因为像刚医生有讲到维生素 D 晒太阳嘛，对，晒太阳其实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 D。维生素 D 为什么重要？因为其实钙跟铁在我们肠胃道吸收率都很低，但是当你同时有 D 的时候，像我们在买一些补充品的时候，它会钙加 D， 有没有？其实主要是因为 D 的存在下，它会使钙在体内的吸收利用率更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同时做一个补充，会是比较适合的。那所以在晒太阳的时候边喝牛奶，这样是最好的。就是咸类牛奶，咸类喝就对。对，第二个其实除了 D 可以帮助钙的一个吸收之外，其实钙跟镁他们两个之间也是好邻居。如果钙跟镁2:1的情况下，哎，互相的吸收率会是比较好的。如果你镁太高的情况下，反而会抑制钙的吸收。第三个就是提铁的部分，吸收率也差，尤其是如果你是像一般铁有分动物性跟植物性，动物性像是红肉、海鲜这些都有铁，植物性像是什么深绿色蔬菜，但是以植物性的铁吸收更差。大概只有5%-10%而已。可是铁，如果比如说有些人在补充一些高剂量的铁的综合维他命或者是铁剂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用柳橙汁，或者是刚医生手上拿到那个维生素 C 的发泡剂，一起补充的话，铁的吸收率会比较好。所以有时候1+1会是大于2的，可是要用的对哦，因为如果用不对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像刚医生讲，你都要喝茶、珍珠奶茶、可乐、咖啡，这里面有草酸跟紫酸，就会抑制这些矿物质的吸收。像大家有没有听过高铁高钙奶粉？因为铁跟钙在肠胃道会竞争吸收，所以如果你买到的是高铁高钙奶粉，这不是很奇怪吗？因为铁跟钙就是不能碰在一起，你同时碰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吸收率就
就会差。像我自己的方式，我就是早上补铁，晚上补钙，来做一个，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像瓜哥讲的，你有时候东西一多，你会忘记什么时候要补。那我就是出门前我补充铁，回家的时候补钙，要分开补充，而且用白开水补充，或者是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果汁或发泡饼补充，它的利用率会是比较好的。我们就是因为脑袋不好才补东补西嘛，那脑袋不好怎么会准时吃药？你刚有看到统计数据嘛？现在很多人都会有锌缺乏这个问题。那锌缺乏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过去我们常会联想到可能跟男性雄风比较有关系，就是偶尔的练，对，所以很多人去补充偶尔等等。那再来的话呢，锌其实目前的研究会发现说，它如果长期的锌的缺乏，会造成体内一些慢性发炎啊，然后或者说情绪的问题啊，甚至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对，那像我这边有个案例，他其实是一个21岁的男大学生啊，那他其实就是说他长期甲状腺功能也比较不好。然后的话呢，因为有那个躁郁症的问题，情绪方面也比较低落，所以他都有去看这些身心科的门诊这样子。那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他无法去上学了。因为看身心科一直都没办法治疗好，后来辗转的就到了嘉义科了。因为可能想说来嘉义科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问题这样。后来呢，我就帮他抽了血，抽了血之后我发现，他锌的比例真的还蛮低的。那后来再仔细研究一下他的生活形态，他从来都不喝水，他通常都是喝一些茶或是咖啡等等。那这些茶跟咖啡呢，其实里面有含一个东西叫单宁酸啊。那单宁酸其实也会影响到钙的吸收，会影响到我们锌的吸收。后来我在发现说他的这个锌的比例比较低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补充锌。那补充了大概3个月之后，其实他这些甲状腺功能啊，以及这些那个比较情绪比较低落的状况，其实都改善，后来就回复上学了这样子。今天讲到矿物质哈，我跟大家讲一个哈，一直被大家忽略掉的一个矿物质叫镁。我想在座哈，除了那个陈肾脏科有抽过镁离子，其实几乎所有医师也不会去管它镁离子。可是国人哈，60-70%镁离子都缺乏哈。镁离子多重要，在我们细胞里面的矿物质哈，羊电荷里面第一名是钾离子，第二名就是镁离子。它扮演包括我们代谢糖分、代谢脂肪。把我们肌肉的收缩、心脏的收缩、血压、我们大脑的那个运作都需要镁离子，可是我们如此忽略它哈。那镁离子哈，我们是这样想，在国人大部分都当做那个什么，就是补充那个钙骨头嘛哈，所以它钙里面要加镁啊，钙镁2:1才能吸进骨头里面。但是它的功能其实非常非常多。那它在食物里面哈，常常在一些像一些紫菜啊、一些坚果类的牛奶里面很多，但是很多人事实上吃的不多，不够了还是会缺少。但是过多有没有问题？因为肾脏它一样，它镁离子是肾脏代谢的嘛，你肾脏坏掉代谢不出去，就会产生血镁过高。我曾经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那肾功能已经不好了，那他有一天他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他心跳只有40-50跳哦，然后心脏很慢很慢，我那时候以为应该心脏有问题，就送到心脏科去。心脏科看你钾离子也好，心脏也没有血管堵塞。后来一验不得了，他的血镁高达5.0，哦，正常血镁是1.6到2.4，那他5.0，那但我刚刚讲说，到底他镁离子从哪里来哈？他吃了3种镁，但是你们搞不好都有吃到镁的健康食品，但是你们都不知道。第一个是他，因为他肾功不好，肾功能不好，尿毒，所以他很容易抽筋啊，因为他可能血钙偏低啊。那他就他的药师朋友就介绍他吃一种叫肌肉松弛剂，那这种肌肉松弛剂里面含大量的那个镁离子，其实在国外镁离子是当作肌肉松弛剂在使用的。第二个，他们发现他有在吃一个帮助，是因为他失眠嘛，就帮助他助眠的药。你知道你们失眠的时候会喝牛奶帮助睡眠，主要是钙跟镁。钙跟镁可以帮助睡，因为它让你放松嘛，放松。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助眠剂里面也有镁离子，那更惨，因为它肾不好，它很容易便秘，所以那个诊所的医师开的氧化镁给他，他只是跟他讲那个是软便药哦，没有跟他讲这是镁离子哦。结果你会发现他总共吃了3种东西，全部含镁，那加上他肾脏不会排镁，就造成这种镁离子非常高。但我们知道之后，后来是用了一些熬合剂的方法把他镁离子给排出去，那排出去完之后，那个整个心跳就恢复原来的，所以大家注意，其实大部分都是缺镁啦，缺镁，但是也有可能肾脏的不好的人要注意血镁过高的问题，对，要不然变美而美。就是呢，有个调查说95%的人都有吃过保健食品，但是大部分
多数的人呢都不会去看产地标示内容物啊认证这些，就是大家朋友说哎这个很好吃就买了。对，所以你看直销要做直销越来越多嘛，很好卖，那团都一团一团出去，你看很好卖，还分什么阶级的，你看对啊，是，但是现在人工作压力大，工时长，很多人选择补充营养保健食品来保健你的身体，但是你有吃对的吗？啊，所以我们有义务要教大家怎么样吃出最好的健康食品的最高的 CP 值。没错，抗发炎的保健品你买了吗？你买了吗？这个抗发炎哦，我们心脏科最常碰到的就是鱼油啦，这个其实应该蛮多人市面上也蛮多，它是心脏血管的。对，鱼油其实对心血管还有对三酸甘油脂的降低是有好处的。哦，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到底要怎么吃比较好哈？那这里有哦，我们现在目前建议来讲的话，日常如果是一般保养的话，大概一天大概1000毫克左右是可以的哈。那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高血脂症、三酸甘油脂偏高或者心血管疾病，要保健的时候呢，可以吃到2000到3000毫克了哈。那关于鱼油这件事情，其实哈，鱼油对心血管事件有好处，这是之前就知道的。美国心脏学会又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那这个研究是好的，鱼油对身体还是有帮助，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那只是剂量要照这样的来服用。那但是这种东西齁，就像刚瓜哥讲，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齁，因为它还是有些限制。那什么样族群我们会建议说比较不适合吃鱼油呢齁，这边再给各位看一下齁，大概我们整理了4个族群齁，比较不建议吃齁。第一个叫做凝血功能不全齁，凝血功能不全就是像有些人他可能因为先天性疾病，血小板缺乏或凝血功能异常齁，肝功能不好，凝血功能会异常等等，这些凝血本身就有障碍的人，这个吃了会怎么样？如果是因为鱼油齁，它本身有一点点轻微的抗凝血抗发炎效果哦，所以你如果原本就凝血功能不好，原本你就很容易呕心齁，不容易好的人，你吃鱼油的话可能会加重出血的机会，会变得更常容易出血效果，伤口可能会不容易好，是是是，对，所以为你看，其实下面这几个都是类似的哈，阿司匹林也是啊，哎，包含你已经在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本身就是一点抗血小板、抗凝血的功能的，那近期刚开完刀，你可能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哈，那还有最后一个是对鱼类过敏，这当然就是你本身有过敏体质的人，然后吃了当然不适合。像我之前就碰过一个案例哈，也是一个这个大概60几岁的先生哈，他本身其实就是有心血管疾病，那他就希望他之前就已经放过支架了，他已经严重到放支架。那放完支架呢，其实我们都会固定给他吃阿司匹林，还有另外叫保酸通，这两个都算是抗凝血剂。那他本身就爱吃了，那其实一开始吃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哦，吃的都很顺利，都没有不舒服。但是很奇怪，在最近1-2个月回诊上，他跟我说他常常呕吐。哦，我就是常常伤口不会愈合，那严重的时候会常常流鼻血。后来我们就去深究他的一些饮食习惯，然后发现说他其实最近开始有吃一些保健食品。那我请他拿来看，果然就是鱼油。然后因为他的朋友知道他这个心脏放过支架，跟他说那心脏不好，多吃鱼油保护心脏。所以他也没有特别问，他继续吃。那就变成说他除了原本的阿司匹林、保酸通之外，又吃了鱼油，所以他变成出血风险反而更高了。所以他常常会容易流鼻血啊、呕吐。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已经在吃阿司匹林跟保酸通这一类药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要吃鱼油，对，暂时不要吃鱼油。那除非等你以后比较稳定了，也许你这些药可以减少的时候，那时候再来吃会比较适合。那高血压药可以吃吗？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意思是说你这个人本来就已经高血压了，本来就比较可能你会出血性中风是干嘛的。这时候如果鱼油又吃太多的话，如果你一出血，正常的如果你小出血，你可能会自己就停掉了。可是这时候如果你又吃了很多的鱼油的话，你可能那个出血小出血就会一直流不止。所以它不是说吃了高血压的药物跟那个鱼油有什么交互作用，不是这个样子啊。其实鱼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拿来抗发炎的，因为我们常常讲说鱼油就是 Omega 3嘛。对。对，我们每次就讲 Omega 6 Omega 3，就是指说 Omega 6就是会是一种脂肪酸，它是会让人家发炎的。那我们都知道发炎久了不好嘛，所以后来人家就知道说，其实体内 Omega 6跟 Omega 3的比例就可以决定你这个人是发炎体质还是比较没有抗发炎体质。一开始在讲这个，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原来鱼油也可以抗血小板凝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鱼油的副作用哦，我们说我吃鱼油来抗发炎，可是你要小心哦，吃多了会流血哦，很多药物的副作用后来都被拿来治疗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哎，这个好像也不错啊，这个如果你凝集没有这么厉害，也许有一些会凝集的人，他这样多吃一点反而会有好处。而且现在鱼油甚至被人家讲还可以抗癌，那种研究也是一大堆，这个是真的，这是我们医学证明是有证明的，有些鱼油是抗癌，特别是可以抗前列腺癌的哈。那个病人他就这样，他是一个
乳癌的病患嘛，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腋下淋巴结就一坨，这边有一颗在那边。那时候我一摸的时候，我就知道至少三级以上，淋巴结一坨在那边，好像葡萄一样啊。所以他那个乳癌已经转移到淋巴了。我那时候跟他讲说啊，先打化疗再来开，可他不愿意，因为有的人会认为说癌症细胞在身上，他赶快处理掉，因为他会怕。我都想说，其实那时候心想说你也很好笑，都可以摆这么久了，现在会在乎那先打化疗先打，就他就很坚持要先开掉，好就开啊。可开掉倒很困难，你知道吗？因为腋下淋巴结里面有很多的神经跟血管，你有这么多的淋巴在里面，都变一颗一颗一颗的。我们在分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细的工啊，因为那么多的血管，动不动就会流血啊。当然，我们术前哈，我们每一个病人只要来开刀，我们都会先测他一些基本的血液，看他肝有没有问题啊，看他肾有没有问题啊，看他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啊，他全部都正常。可是我在开他的刀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病人就是比我看到的病人会流血。我们一般这样勾一勾好像也不会怎样，可是他就是容易冒血，容易冒血，但是也没有很夸张啦，只是就觉得哎奇怪，这个人的出血量出乎我意料之外，就很会流。他最后开还是很顺利的把它开下来了，就放了一个引流管。就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被抠了，说哎那个江医生，你早上开那一台乳癌的病患，那个引流管里面哦一直流出红红的鲜血，一个小时已经流出来快200cc 了。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啊，是不是我们在绑的时候有一条血管没有绑好，它就在流了。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流得蛮凶的嘛。他说加压的好像也止不太住，我就说那可能要再开一次。我就跟家属解释，那时候家属脸还绿绿，想说为什么要开两次？我就说可能没有办法，可能就是在流嘛，也只能跟他讲就是在流血啊，你不能让它一直流下去啊。当天晚上再开一次。就打开来看，也不是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子，说有一条血管没有绑好在喷，它是到处在渗。就我们开刀过去之后，到处都在渗血，所以我们只好加压，在那边压了很久，又喷了一些止血凝胶，最后还是把它止住了。然后，当然病人后来也恢复得很好。可是早上我去看他的时候，又从那个桌上开了一罐东西，拿了三颗给他吞下去。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我开的药啊！”我说：“是什么东西？”他说：“鱼油。”我说：“你吃鱼油还吃这么多？”对，一天三颗很多。啊，真的。然后我就说：“你这个你都吃这么多？”他说没有啊，我本来是吃一颗啊，后来自从被诊断出来癌症的时候，我就有上网去 Google 啊，人家不是说鱼油可以抗癌吗？我说是有这个报道，所以自从我知道我得到癌症，在这准备开刀期间，我就开始吃三倍剂量。我决定认真的抗癌，对啊，手术完之后他也继续这样吃，其实真的不能够这样子啊，就是虽然说你就算这样吃，会真正造成你大出血的原因也是很少了。可是如果你要动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啊，如果你平常有在吃鱼油的，你就保持正常量就好了，也不用刻意停。但是如果术后，因为术后一定会有一些伤口嘛，我们还是会建议你鱼油稍微停个一两周啦，等这个止血通通都止好之后，你再继续吃啦。可是有一派人也说那个鱼油，因为现在海洋污染严重，重金属，到底它是用什么大型鱼的？所以你看那个鱼油的成分，他会讲哦，它是来自于大型鱼还是小型鱼？所以很多厂商会跟你讲，哪个海域是不是也会讲？哪个海域好像没有这么细哦。没有海域，全球海域其实都多多少少。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一些检验的一些报告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爱吃保健品的人，看我今天带这么多，就是。对，我每天就是很固定，一定要吃一些保健品，是因为我之前工作啊作息比较劳累，所以有一阵子。嘴巴的破皮，就是那个嘴巴破皮很重，然后因为也是朋友介绍，我就吃鱼油，觉得那个效果有改善、对，然后因为这一阵子刚好是那个肠病毒的高峰期，好可怕，然后因为我刚好是双胞胎嘛，那一个重，两个就同时就会重，就想说啊吃药啊，然后因为好像肠病毒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只能7到10天让它破啊，让它痛啊，然后忍受小朋友的哭闹什么。我就那时候想说，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嘴破吃鱼油，我就那时候拿我的鱼油给他们吃，然后就是有意外的发现，原本好像7到10天的一个肠病毒的那个时间周期，对，结果在一周内他就食欲突然变好了，然后就会想吃东西，就体力什么也都慢慢都好，就觉得很像就是刚刚医生说的，就是它的抗发炎的效果好像蛮好的。这个讲法在我们听起来是相当的天真无邪。我就想啊，鱼油它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去杀死那个病毒还是怎么样啊，它不是治病的。所以说鱼油对嘴破，我们平常化疗人嘴巴破，我们也不会叫他去吃鱼油啦。但是你说鱼油对那个嘴破有什么帮忙，唯一可以讲的就是说你可能当下自体免疫有点混乱，那个自体免疫攻击你自己的嘴巴，所以嘴巴破了，然后你吃鱼油让你的自体免疫稍微下来一点点，会好一点。但是你说对整个的病程说啊，你本来肠病毒因为吃了鱼油之后就变成4天就好，5天就好，对不对？那我会觉得你去拜拜会比较快。
吃香灰嘛。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保健品不是药，所以好像随便吃都无所谓，神农尝百草的概念。但是其实常在小朋友来当这个尝百草的对象，其实就是很危险。但其实大家就会常常三姑六婆啊，或左邻右舍就会讲说啊，鱼油可能可以就是对小朋友的脑袋啊会变聪明啊，眼睛会看得很远啊等等。所以其实之前有一个阿嬷，她就是家里面有孙子，就听到隔壁邻居说鱼油很好，她就想说那我就买鱼油给我自己的孙子吃。对，然后就买来，然后想说啊，不能输在起跑点，赢也要赢在起跑点。所以她就是一天就是照刚刚江医师讲，她可能一天原本建议量是吃两颗，她吃到两倍就变四颗给她孙子吃，就吃一阵子就发现开始孙子怎么开始虚弱无力，甚至有嗜睡的情况。然后后来她一开始想说可能是感冒，就随便吞家里的那个感冒药成药，就吃了几颗，几天之后还是不见好转，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了。然后后来就去医院一检查，就也是花了好多的时间检查，后来发现他的孙子就是肝脏肿大。然后后来他也觉得奇怪，这么小的小朋友怎么忽然肝脏肿大？后来才发现说，阿嬷自以为买的鱼油其实是鱼肝油。哦，大家常常会把鱼油跟鱼肝油搞错，觉得都是鱼来的，都是油嘛，那应该是一样的。但其实鱼肝油它最主要提供给我们的是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其实它是脂溶性的一种，然后再加上孙子体积又比成人来的小，然后吃的剂量又比成人多一倍，所以其实短时间之内就有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的中毒，而引起肝脏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尝百草，你自己尝就好了，千万不要给小朋友。其实小朋友在吃保健食品的时候，它的剂量、它的来源跟每天吃的一个功能，其实对于大人来说是要更严谨的。那小朋友都那么健康，为什么还要加这些油呢？他就觉得说啊，这会更聪明啊，吃鱼油会聪明啊，因为脑里面很多的Omega 3啊。你们小时候有什么东西？有饭吃就不错，还吃。现在不是一个比一个聪明，现在不一样，现在可能一个家族只有一个孙子啊，这样来说。针对这个油的部分，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因为我都觉得每一种保健品出来就是等着被下一个打败，就是因为你看到那个每一年都会一直在进步嘛。比如说刚刚讲鱼油，我记得好几年前还流行过一阵子海豹油，但是因为环保的关系后来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是因为新闻有在报道说就是红酒配海豹油可以瘦小腹，那个时候我其实不是为了心血管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是看到这新闻，我就想好，我来试瘦小腹。我跟你讲，真的有效。但是为什么有效？我是早上两颗，然后呢，以前我不会没事喝红酒，但是那一阵子我想说哦，那我就每天晚上就一杯红酒配两颗海豹油，反正是为了瘦小腹，对，就瘦小腹啊，就每天喝到一瓶哦。没有，对，那我为什么说呢？它瘦小腹有效，是因为我刚刚讲早上两颗，然后晚上两颗配红酒，接下来呢，很快你小腹就瘦了，因为我每天都拉油。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吃的油量太多油了，对，比较大，所以换沙拉油来喝就好了。对对，你就真的每天上厕所你就说，怎么那个马桶上面会浮那个一圈一圈的那个油，然后你的便便都会变得比较软。然后你就很快感觉好像你十年前的大便都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知道哦，为什么它有效，因为你便便会很顺。那我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吃鱼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补充里面的 EPA 跟 DHA 嘛。那因为现在我们市面上品牌真的有很多，那它的浓度也都不太相同，低的大概只有20-30%，所以它一天可能就要吃到3-4颗，那高的它有到80%，所以它中间的那个落差，它可能就会添加一些不好的油脂，像是饱和脂肪。那像我们诊所，因为我们诊所是新陈代谢科的诊所，那我们就是有很多糖尿病啊合并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50几岁的阿姨，那他本身的血脂就比较高，有在吃血脂的药，但是他吃的剂量不多，大概只有半颗而已。那他女儿就是很孝顺嘛，然后想说吃鱼油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啊，所以他就买鱼油给他妈妈吃。那他妈妈一天要吃到4颗哦，他吃了连续3个多月以后，发现他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说的坏的胆固醇，他原本是80几，100以下都算正常，所以他80几是正常的嘛。那他连续吃了3个多月以后，他的低密度脂蛋白暴升到200多，哇，三倍，对，所以他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鱼油里面，因为我们也找了很久的原因，那发现他的鱼油里面可能里面含了一些比较不好的油脂。那时候我们医师在帮他调整药物，原本只吃半颗而已嘛，那到200多以后，他就帮他加到2颗，但是发现就算吃到2颗，他的
血脂还是只能降到大概140-150，就是还是异常的。所以我们在挑选鱼油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去注意说它的纯度、它的浓度到底高不高。那到底挑鱼油要挑大型鱼还是小型鱼啊？小型鱼，什么类似什么油？比如说，如果以我们一般食物来源的话，像鲑鱼算是中小型的，而且现在很多鲑鱼都是养殖的，比较不用担心重金属。然后还有像秋刀鱼、竹夹鱼、青鱼，其实所有的小型鱼种以青鱼来说，它的鱼油的比例是最高的。对，但是其实青鱼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我们买到的市面上买到都是腌制过的，对，就是会有一些味，就是已经有一些盐分在里面，所以在使用上就不要过度的调味。其实青鱼过去有卖过大型鱼的鱼油，有啊，很多是从尾鱼来的。那其实来跟大家讲抗发炎的很多保健食品啊，像我们在这几年，其实大家有没有常听到是绿茶，绿茶萃取物？那很多人说肥胖也是一种发炎反应嘛，所以你可能有听到身边人说，哎，喝绿茶可以减肥啊。那其实也有学生就会去买什么绿茶萃取物，想说这样补啊，浓缩的是比较快的。那其实提醒大家，这个绿茶萃取物我们还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500毫克，而且呢，它有可能是非常冷底，所以你胃寒啊、手脚冰冷的朋友，我们会建议搭一些热性的食物，像是老姜啊、肉桂等等的一起吃。那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我的减肥门诊就有遇到一个学生啊，他28岁，然后他因为过3个月要去参加，就是当伴娘，想要瘦身嘛，所以他就听说绿茶可以减肥，他就去买这个市售的绿茶萃取物，他早中晚都是空腹各吃了2颗，我算一算他的剂量大概是高达了大概1800到2000毫克。你平常喝茶的话，一整天你是不会超过大概1000毫克的啦，那已经过量了。哎，结果没想到他连续吃了1个月之后，体重没有减，反而是胖了3公斤。那我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他就说天天就是吃绿茶萃取物啊，然后搭一些蔬菜水果，想说可以减肥，可是呢他月经一整个月都没有来了，反而是越来越水肿。哦，那我就跟他说，哎，你这样子体质太冷，我一摸他的手，真的冰的跟冰库一样，一摸我整个收回来超冷的。那我就建议他说，哎，你还是调整一下，你先把你的绿茶素先停掉，另外呢，你要吃蔬菜水果没问题，但是你可以用老姜入菜，用姜去炒，不要说完全无油的饮食，然后搭一些肉啊、鱼啊，哎，这样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反而体重就真的掉下来，月经也顺顺的来。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保健品的部分过于不及都不好。那现在我们台湾呢，针对绿茶素，其实1颗的话上限是300毫克，所以如果你真的额外要补充定剂的话，1天1到2颗就已经很多了，还是建议从天然食物摄取。那时候我都有在吃那个绿茶的代谢茶，就我就发现那一阵子就特别容易拉肚子，是，然后就是每一天只要喝1罐绿茶，然后又吃那个，然后隔天就继续拉肚子，对，肠胃真的生，对，肠胃好像也会有影响，对不对？对，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搭一杯绿茶，再搭一杯老姜茶去，会比较在胃里面平衡。姜汁绿茶可以，可以，像姜汁柠檬绿其实蛮好的。对，可是我真的有遇过，不是吃绿茶，他是喝绿茶，人家也是为了胖，因为现在市边很多就是所谓的油切的，对，油切，但是他买的不是油切，他买的是含糖的，然后他又看错了营养标识，因为我们营养标识是每100cc 或每100毫升是多少大卡，他就以为他那一罐600cc 就是比如30大卡，他一天喝了5罐，光喝绿茶他就喝到快1000大卡，所以他说奇怪，喝绿茶不是会瘦吗？怎么越喝越胖？所以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其实为什么绿茶被人家讲油切哦？是因为绿茶的儿茶素里面含有一个叫做抗淀粉分解酶啦，就是你吃了绿茶之后，你吃了淀粉的食物不容易被分解，自然就不容易被吸收啊，所以人家才会说绿茶可以油切啦。它但是它其实不是帮助脂肪，而是帮助淀粉，让淀粉不要吸收这么快。调整肠道保健品，你吃对了吗？调整肠道，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益生菌，真的几乎家家必备良药就是益生菌。对，其实益生菌啊，的确也是流行了好久。到我们到现在很多演讲或者有时候场合，还是会问到说，营养师益生菌怎么选啊等等的。其实益生菌，我觉得以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来讲，我觉得真的是蛮必要的一个营养补充品。对，那至于说益生菌要怎么吃，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其实有几个 NG 的一个吃法。第一个就是益生菌，其实它不论是什么有什么筋膜保护啊，或者是什么特殊的一些外层啊，我们都建议还是不要配温热的水吃。
因为其实尤其现在开始入秋冬了，很多人习惯喝热开水。那如果你在吃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以就是室温的水会是比较适合的。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是有这个习惯，不是只有益生菌，所有的保健食品都会觉得说啊，眼睛看不到这段看不清楚，这段时间我吃叶黄素啊，最近排便排不顺啊，我吃益生菌啊，好了就停了。但是其实益生菌我要再一次强调，它不是吃便秘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迷思，就是说我便秘所以吃益生菌。那益生菌呢，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调整肠道的菌相环境。那至于说为什么会联想到便秘呢，是因为有一些个案，就是他可能本身便秘，然后他吃了益生菌之后调整肠道，哎，让他的排便也变顺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哦，吃益生菌是改善便秘。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益生菌不是泻药，不是吃了就是帮助你排便。所以其实而且益生菌它是所谓的一个菌相的一个补充，所以它是需要长时间固定服用的，才可以让这个菌相保留在你的肠道的时间是属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哦。所以不是有症状想到才吃，这个绝对是不对。第三个就是跟一些药物要做一些注意，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的一个知识都不断的在进步，都知道说哎，在服用抗生素的时候可以搭配益生菌的服用，因为抗生素是杀菌嘛，大家觉得说，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补益生菌补菌。但是其实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吃法，就是吃抗生素的同时吃益生菌，同一个时间点同时全部一口气吃下去，不行，它至少隔1到2个小时才可以让这个菌保留的比较完整。哦，但是吃抗生素7到14天这个过程，你是要搭配益生菌，但是绝对不是同一个时间点一起吃，这是不对的。益生菌我本身也是一个过来人，因为我其实吃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为了想要肠胃顺畅的。那听到益生菌就是可以让你身体的好菌增加，我那时候就疯狂的找就是各个品牌的益生菌啊保健品。然后我在吃益生菌的时候，我就是非常乖的那种学生，我就是三餐什么时候要吃就什么时候吃。可是因为我吃的同时啊，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吃了益生菌又吃优酪乳，优酪乳也是培养好菌嘛，我就想说我要全身充满好菌。你好忙啊，菌。然后晚上睡觉我又喝牛奶，我想说哇，我都是在让我身体里面的好菌一直增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我的皮肤就在那几个月当中就是起了荨麻疹，而且是那种马上要送急诊的荨麻疹，就是要打针。然后我就想说，一开始想我这么乖的在吃这些东西，然后我也是有好应该很健康啊，对，我不应该要有发炎反应或者是这种荨麻疹，怎么可能？结果我就问那个医生，他就说你最近饮食什么有正常吗？我说有，而且我都就是很认真在吃保健食品。他就说那你先停一下，不要吃，就看看会不会好。那好，我就大概停了1个月左右，我就想说哎，就是因为有在吃他那个荨麻疹的药，也打过针了就好了。可好的东西买了不能不吃啊，就过了一个月，不要浪费。我想说他那个医生又给我吃那个抗荨麻疹的药，就是身体可能有些菌被打乱了，我又重新再养一次，然后又开始吃，然后开始吃又荨麻疹。我只要每吃就是一定得荨麻疹，我不晓得为什么益生菌会让我皮肤有牌子吗？都同一个牌子？有，我有买了好几个品牌，都荨麻疹，都荨麻疹。觉得可能是你对里面某一些成分有过敏，或者是一样老话一句，没有有毒的食品就有。有可能你就是像你刚刚讲，又喝优酪乳，可能又吃优格，又吃。一下子太多了，好，你说你肠道已经呈现一个混乱的状态，那我们60%的免疫是在肠道，那你肠道一下子这么忙碌，可能反而导致你全身的一个免疫混乱的情况发生，而且还会皮肤。其实应该说你可能本身不是很适合吃益生菌啊，因为益生菌的一个原理就是说吃下去之后哈，那个细菌在里面嘛，好的细菌嘛，它会刺激肠胃道旁边的淋巴结，淋巴结非常非常多颗，所以为什么吃的益生菌之后人家说可以免疫调节，就是因为它旁边的淋巴结很多，有一个可能是那些益生菌刺激到你旁边周围的淋巴结，让你免疫系统就好像有点过度激化的样子，所以你每次就荨麻疹了。你可能是天生不适合吃益生菌的人。但是我们门诊有遇过，其实发现益生菌，我看它的标示有很多都有额外加了乳糖，乳糖要让你去可以拉肚子啊，抗就是让它排泄比较顺畅。可是其实台湾人有很多人真的对乳糖不耐不舒服，然后你还有吃一些优酪乳啊牛奶，有可能就加重了这些，所以都可以。或者是有些益生菌它加的香料，对。都有，它就会调味好吃，对，所以尽量单纯一点的益生菌会比较好。就是叫你去土里面抓细菌来吃。我不敢。
对，而且益生菌里面我也有看过加泻药的，就直接就是成分里面有加泻药的，其实所以它那也不搞了半天不是吃益生菌啊，根本就是也是泻药。那益生菌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而且其实在我们胃肠科专科医师来说的话，其实不同的肠胃道疾病它还是会配合不同的菌，不同的好菌，它有特定的疾病有配合特定的菌。那有些人是真的根本就不适合吃益生菌。我要讲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27岁的女性病患，她是在小的时候就有一点先天性的瓣膜缺损，心脏病，她有一个心脏的瓣膜缺损。那所以因为这个瓣膜缺损哦，它常常造成心内膜炎，然后常常发炎。那你知道心内膜炎有时候治疗，有时候吃抗生素要吃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就断断续续常常吃了很多抗生素。他觉得自己身体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长期吃上抗生素，后来他说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就慢慢有一些心衰竭的症状，就是容易喘，走路会喘，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你这个大概还是要开刀了，大概就是开刀了。那他也准备要去开刀了。那在开刀之前的话，医生就跟他讲说，哎，你这次要开刀，所以说我还是要预防性的投药，再给你吃抗生素。嗯，然后他听了想说，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啊，要吃这么多抗生素，那你还是补充一点益生菌，像刚才提到，就是说害怕这个抗生素造成肠道菌死光嘛，他就是一边补充。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开刀开得很顺利啊，可是开完刀3天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发高烧，发高烧的话，那医生觉得说，哎，会不会是开刀的一些并发症？然后后来他特别还去医生还特别把这个换下来的瓣膜去做细菌培养，也没有培养出什么细菌。后来隔了几天，他去做那个血液培养。培养出一只乳酸菌出来，这个乳酸菌就很奇怪了，就根本就不是一般我们开刀啊，或者在住院中会感染到的细菌。看那个细菌人的名称，那根本就像是一般我们补充的益生菌。后来那个医生才去找那个病患，就说：“哎，你是不是有在吃什么益生菌？”那个病患就说：“有，就吃那一罐。”拿出来一比对，就跟他血液中长得一样。嗯，就是他吃的这个益生菌哈，跑到血液循环中。事实上应该是不会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们吃下去的益生菌，其实大部分都会乖乖待在肠子里面，在那边寄生。那他是为什么？他是因为本身有心衰竭，就心脏不好之后，他有心衰竭之后，他的我们的肠道黏膜的供血有点缺血，然后肠道黏膜有破损。那这些好菌呢，就从我们的肠道黏膜钻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造成了一个进血症，造成一个败血症，引起发烧。所以说，这应该是说，像这样子已经有心衰竭的病人，血液循环不好的人是不适合吃益生菌。嗯，而像肠道一些有些伤口的人，真的也不太适合吃益生菌哦。它就是一种细菌嘛。好，我们平常常常说，一个人败血症就是指你的那个血液里面可以培养出细菌嘛。那你益生菌如果吃太多，或者是像陈医师讲的，如果刚好你肠道黏膜有一些破损，或是当你这个人免疫特别弱，比如说刚开完刀的时候，你补充大量的细菌。好菌也是会变成坏菌哈。其实我们之前有个病，它就是这样子啊，它是一个乳癌的病患，因为大家知道乳癌病患术后可能要化疗嘛，哈，我们有一种化疗的药物哈，叫做紫杉醇类的，打了之后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就是白血球都会降得很低，正常的白血球大概8000到10000嘛，他每次一打白血球就掉到1000以下，但他还不错，他很乖，他就说，哎，他就知道说，哎，我们跟他讲说，打完之后你可能7天到10天白血球降很低，所以他那几天都会乖乖待在家里面，戴着口罩，他也会尽量的吃一些肉，让自己的白血球上来，所以其实是虽然白血球降很低，但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就打第4次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打第4次的时候他刚开始没怎么样，回家嘛，就回家第6天第7天的时候，突然就被送到急诊室来，发高烧，而且血压那时候只有60-70，但是我们一抽那个白血球一样，大概只有600-700，好，又合并发烧，我们就非常的紧张啊，想说哇，他这个化疗打下去，他白血球掉很多，刚好就是他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刚好被细菌侵占，这个会致命的，这非常恐怖。平常人发烧可能没事，平常人发烧，你看白血球都是16000-17000往上冲嘛，它其实反而是比较安全，因为你至少有部队在跟他打战。可是他是白血球只有700-800的发烧，那很可怕，你身上没有部队在帮忙你对抗这些细菌，他马上就被我们送到加护病房去啊，他在打很强烈的抗生素。不过还好他命还很大，一个礼拜之后他还是出了加护病房，有顺利的回来。但是我这一开始我就念他，我说，哎，你是不是这一次？觉得前3次都顺利过关，这一次打化疗你就跑出去玩了，哎，可能在外面感染到什么东西嘛？他说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干嘛，一直在问，后来才问出来，因为他前几次每次一打完之后，他白血球降得很低嘛，他的朋友知道他白血球降很低，就跟他买益生菌给他吃，为什么？因为益生菌大家知道分很多功能嘛，有人是针对肠胃道，有人是针对免疫力，他买那个益生菌就叫做免疫加强，他会加强你的免疫力的益生菌，他就买给他吃，他就想说哇，我前几次。白血球掉这么低，我这次一定要看能不能让我的白血球不要降低。他就吃很多包，人家叫他一天吃2包，他一天是吃4包5包，因为他觉得他特别需要。就一吃完之后，谁知道那个菌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结果一吃完，这次就感染了。那我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益生菌在补充的时候啊，它不是想到才吃，它是要长期慢慢累积的。那会建议大概一次都可以补，先试试看1到2个月，看有没有效果。那如果没有的话，再换另外一个品牌。那我也会建议我的患者说，
如果说在吃的时候，它可以定期的换一个品牌，那每个人的时间不太一样，那就看个案而定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效？对，就是他看他吃完以后他的反应。像是我之前有一个30岁的女性啊，她就是因为她是工作上班族嘛，然后她就在电脑前面常常都是外食啊，然后不吃蔬菜不吃水果也少运动，那她就把益生菌来当作是泻药来吃了。对，因为她就觉得哎吃完她发现哎有用，然后她就对她就开始吃。然后发现越吃剂量越高，那吃到最后他发现不吃他没有办法解便了。那后来我就请他说，哎，不然你把你的益生菌拿来我们看一下，然后才发现说，哦，里面真的是有泻药的成分。是前医师说的那一款。对。然后像刚刚也有提到说乳糖，因为像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在打抗生素嘛，然后就会有拉肚子的情况，那这时候他。医师感觉想说，哎，不然来补充一些益生菌。但是益生菌有一些是有乳糖的，那它确实会造成一些乳糖不耐症的人开始拉肚子。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有在补充益生菌的，可是你却一直在拉肚子，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成分是不是有乳糖。可是你不拉肚子，你就觉得没效，不是吗？对，一般是说整肠啦，整肠就是说便秘的人他会容易排便，啊，会拉肚子的人会变成不会拉肚子。因为我们每次在门诊被人家问说，哎，现在是我肠胃功能不好，我要怎么挑益生菌？我说很简单啊，你现在去外面就买100，开始乖乖的吃2个月，如果没有效。换一家，代表就像瓜哥讲的嘛，每一个人适合的菌种并不是那么的相像，而且益生菌里面就是针对肠胃道去设计的益生菌也有好几个品牌，你仔细看它的成分，里面的菌种还有菌数可能都不大一样，啊，有的甚至会加双酰，会加这些纤维什么的都不一样，所以很简单，比如说你今天是便秘的病人，你在吃益生菌，这家吃了2个月没有效，为什么要有2个月？因为你肠胃道的菌相要让它养起来，大概要2个月的时间，2个月没有效，基本上代表说这家的那个益生菌的菌种不是对你不是很合，你就换一家就好了，找到一家合的来补充就可以了啦。在营养师角度，还是希望靠食。我像我看营养师，他会说你缺 B 呀，我说那我就买 B 群吃，他说不要。你食物里面就可以了。他教我怎么去吃食物。我现在没有吃益生菌，我是早上吃那个优格。我这样吃4-5个月。早上，然后下午4-5点。我告诉你，是吃原味的还是有味道？原味。OK。那优格里面就有乳酸菌，就是益生菌啊。对，我就是意识到他是叫我培养菌。其实我很正常排便，可是我吃完之后变2次。OK 啊，早晚各一次，只要不是拉肚子，基本上都 OK。对，我们教大家观念，可是。没办法叫你去挑任何东西，因为厂牌都那么多啊，对，益生菌的1000多种了吧，大家比那个广告大的，真的，但是不是广告大就真的有效？也未必嘛，对，所以当你告诉你观念，里面不能有泻药的成分，否则你觉得很有效，结果是伤身，对，所以就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吗？接下来我们看看下面维他命该怎么吃，你弄懂了吗？其实真的统计啊，我们发现真的国人很爱吃这个保健食品，尤其是 B 群，几乎还蛮多人都喜欢吃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B 群是不是吃一吃可以让你精神变好？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体力啊都觉得很累，压力大，他们就开始补充 B 群。可是呢，营养师提醒大家，B 群你也不能够随便乱吃哦，要记得几个原则哦。第一个就是。不是剂量越高的就越好，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正常的 B 群，你在身体代谢4个小时就代谢掉了，所以我们就有学生一天一个早上可能就吃了3颗 B 群，然后就想说可以撑一整天，你会发现尿尿很黄，但是你观察一下，大概4-5个小时之后，哎，尿尿就没有黄了，因为 B2 已经代谢掉了，只有 B2 是会黄的，所以不是说你剂量越高越好。我们就会建议，如果说你可以分次补充，效果是比较好，或是买一些像市售，现在有所谓的缓释型，它是有那种肠衣锭把它包起来了，所以它可以在你的肠胃道是慢慢释放的，这种也是可以的。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空腹吃 B 群啊，因为有时候大家早上起来，哎，可能就吞了一大把维他命，配个黑咖啡就上班了。那我这边呢有一个35岁的女性，她是金融业，她其实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有一天呢她起床。发现就非常的累，今天还要赶一堆报告什么的，所以他就想说，哎，那我 B 群好像有，哎，我就吞了3颗，然后他就配黑咖啡，结果不到5分钟，他就胃急速的痉挛剧痛。然后而且合并有恶心呕吐的这种感觉，然后痛到不行，他就说，哦，我不行了，我要送医这样。那我其实有跟他讲说，其实 B 群你剂量太高的话，我们肠胃其实有我们人体一般标准的渗透压，可是呢，你外面看一下那个市售的 B 群，你可能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个标示，他会说这个 B 群呢含量，比如说 B1 是符合我们 DRIS 就是每日的饮食建议量，可能到1000了，
1000倍，就是我们平常 B1 只需要1.2毫克，可是它里面是 B1 就含了100毫克了。那其他的也会 B6 啊 B2 啊也是过量。那你如果在空腹的情况下，然后你又吃下这么高渗透压的这个B 群或者其他维他命，都有可能让你急速的是痉挛然后不舒服的，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那还有呢，在国外其实现在发现有一些研究，特别是像 B3 烟碱酸，它竟然在美国发现有一个61岁的这个男性啊，他就看网络，其实有说什么 B3 可以降血脂啊，治疗癌症什么的，然后他就吃剂量是每天吃到6公克。其实呢，我们台湾建议大家 B3 这个烟碱酸的这个剂量每天大概在35毫克而已，35毫克跟6公克，哇，差很多倍。对，他连续吃一个月之后，发现视力模糊了，去检查才发现他的叶黄那个视网膜黄斑部竟然是水肿到近乎失明了。啊，这么严重，非常的恐怖，所以医生就建议他停一个月之后，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会这样？还是建议大家，市售的这种 B 群你还是要注意。那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吃 B 群，请你就是分次补充，然后最好是你肠胃比较虚弱的人饭后，那不然像刚瓜哥所说的，我们其实天然的食物像是燕麦啊、蛋黄啦、糙米啊、猪肉，其实你平常有均衡在补充，是的确是可以补充的。我还要买那个花粉花粉也是天然的 B 群啊，也有些，但是有些人吃花粉会过敏。那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广告实在做太好了。因为他有时候为什么去买那个东西，是因为他广告就宣称说可以提神。像你说最常见就是提神饮料，提神他会说含丰富的 B 群，然后就是让你有力气啊。那像我一个病患就是这样，他是一个50岁的一个工人，他平常做劳力的工作，他以前呢大概就是有时候含酒精性的提神饮料，那后来就是觉得说好像常常有喝到有酒精不太好。它就换成一种机能饮料，我们有时候在超商都会有那种机能饮料让你提神的。那它呢就是这样子喝了大概2-3个礼拜之后，大概3个礼拜之后，它就开始有一点恶心，然后有点想吐，肚子不太舒服。然后他也看观察他那个小便的颜色有比较黄，他想说搞不好是 V 群的颜色，然后他讲说的黄可能是那个原因。他还是很累，他就觉得说那可能不要喝不够，再继续再喝这种提神饮料。后来真的是太累了，就是没办法工作，就送到急诊去。急诊的时候，他帮他抽血检查，抽血起来肝指数 GOTGP 到4000多，造成一个急性的肝炎。后来是因为他胆色素也到7点多，7点以上，那就是已经黄疸了，就是一个急性的肝炎引发黄疸的现象。他事实上就是可能他那时候医生还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呢，就直接收治住院。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例行性的什么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那个会检测。那因为他黄疸的太厉害了，以前又没有什么病史，然后他又否认有喝酒的病史，所以说呢，医生就说好，那我们就先直接做肝脏切片。后来肝脏就是直接切片，切片报告差不多1个礼拜出来。好，这其实这一个礼拜他的肝功能慢慢恢复，那大家还是很好奇说，他到底是为怎么样子变成这个急性的肝炎？切片报告发现它是一个药物或者是一个毒物引起的肝炎，就是跟我们平常那些什么酒精性肝炎啊，或者病毒性肝炎不太一样。整个肝脏发现是好像吃了有毒物质一样。那后来就问这个病患就说什么，他回忆起来就在住院之前大概3个礼拜有吃这个机能饮料。他说那你要喝几罐？他说大概4到5碗，4到5罐，对对对。然后呢，后来就想说，到底那时候也把那机能饮料拿来看，因为他而且他不吃喝一种品牌，有很多品牌。那大概其实像我们在台湾就很多什么牛字辈的，什么牛，那时候去分析它的成分里面，大概就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烟碱酸 B3，我们建议剂量差不多不能超过35毫克。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一些牛字辈的这些机能饮料，它大概是20毫克，它那一罐里面大概20，也没有超过剂量哦。如果你一天喝一罐，事实上是可以的，它是没有超过。啊，对不对？你喝到4-5罐就不行了。他喝了罐就是 B 群哈，事实上我们一直以为它会排泄掉，但事实上不一定。你在短期之内喝这么大量，还是有可能堆积在肝脏，造成肝毒性啊。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啦，就是也是要小心这个东西，不是说好像是可以肆无忌惮的饮用。维生素常常哈不能够单独作用，以维生素 D 而言哈，你一定要确保你的钙的补充是正常的哈。其实维生素在我们医学上叫做维持生命的要素，它其实上是一种酵素而已，像个辅酶的作用，它是帮助身体里面很多的生化反应在进行。而且维生素本身是没有热量的，所以你说什么吃维生素吃到饱那是骗笑的，好不好？维生素是没有热量的，好不好？你吃再多维生素，你也不会产生热量，你也不会因为吃维生素吃很多变胖，没有这种事情，而且它本身是没有热量的哦。但是维生素要跟很多东西一起作用，你不要说只补了维生素，没有把它
跟他一起的 partner 一起补到，那就是完全没有意思嘛哈。其实有个男性来找我，他40几岁，他说来找我是因为他全身都在疼痛，其实找不到原因，他已经找过复健科，看过很多次了。他就看到我讲说，哎，有时候有些人莫名其妙的酸痛跟身体莫名其妙的发炎是有关系的，你吃一些抗发炎的维生素 maybe 你会好一点点。他就选择了 D， 他来的时候有先测，他的 D 就照我想的只有测出来只有12而已，正常的大概要30到50，然后我就请他开始补充了4个月之后，他浓度就到30几了，就很棒，他酸痛都消失掉了，他就很高兴说，哇，真的很有效，真的很有效。后来我就请他半年之后再来追踪嘛，就他隔了4个月之后就跑来了。他说他哎奇怪，现在不是全身在酸痛，他本来之前是肩颈在酸痛，现在是背部觉得很酸痛。我想我很奇怪怎么会这样，我就帮他照一张 X 光，就发现他背部竟然垮掉2节，就是他讲的压迫性骨折。我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癌症，我还有点怕，我还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确定他是压迫性骨折，而且我那时候帮他测那个骨密度是-3.1。他就觉得很怪啊，你说不是说补充维生素 D 可以增加骨密度吗？啊，怎么说他补充之后还好一个压迫性骨折跑出来？对。后来我就请那个营养师去检视他吃的食物，这个人只有补充 D， 他平常食物的来源里面根本就没有钙，他刚好那些含钙的食物他都不愿意吃，他都不喜欢吃，不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想想看嘛，补充维生素 D， 他一定要吸收你肠胃道里面的钙，吸进来以后再丢到你骨头里面，你骨密度才会上升啊。啊，结果你只吃 D， 他没有钙，他要怎么办？所以就没有用啊。所以他说你在补充这个维生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嘛。如果你是希望你骨头强健，你当然要合并补充一些钙啊，这样能才有办法保护到你的骨头啊。嗯，所以了解它的作用才去吃嘛。对，我们常常不请教医师，自己在那边当医师就乱吃，不要盲买，少去日本啦。就是要了解，要了解。对，其实刚刚医师讲到的是 D 哦，我要跟大家讲的分享的是 E。E 其实近期好像也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哦，尤其不孕的人越来越多，其实有些医生会建议说，哎，可以补充维生素 E。那其实维生素 E 它也是脂溶性的，所以基本上呢也会希望说，饭后吃，因为饭后有油脂，所以其实吸收率会比较好。然后再加上其实维生素 E 呢，它本身最大的功能是抗氧化，所以其实有些研究发现呢，维生素 C 也是抗氧化，当他们两个同时使用的话，抗氧化就1+1会大于2，所以其实如果你同时都在服用这些，其实一起吃效果会更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是会建议哦，因为维生素 E 呢，它有一点点轻微的抗凝血，就像刚刚鱼油一样，所以其实如果你本身有在吃一些阿司匹林抗凝血的药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如果你同时又是鱼油、维生素 E、抗凝血，那你就都中奖哦，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它会影响铁剂。铁剂的使用就是铁剂会影响维生素 E， 维生素 E 也会影响铁剂，所以如果你同时对有贫血，你在吃铁剂的人跟维生素 E 还是要分开时间吃，这样子其实正确的使用方式、正确的剂量才可以让你真正花钱是花在刀口上，而不是越吃越伤身。对，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缺什么？就是看医师啊，对，看医师你才知道你缺什么才去买啊，不然就在别人买你也跟着买，对不对？对，我就来补充一下，缺乏维生素 E 的话，像我有一个病患，他是一个50岁的男性。他来的就诊的原因就是说，他常常觉得手麻、脚麻，或者是那个小腿容易抽筋，啊，那皮肤容易脱屑什么的。那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来找看肝病，那我们帮他做个检查，发现他一个脂肪性的肝炎，啊，就是他有脂肪肝，然后他 GOTGB 也高，是肝脏有在发炎的现象。像他这个状况，我就跟他解释，就说，哎，你可以补充维生素 E。E 的话，我们刚才提到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针对脂肪肝的病患的话，如果你肝脏有在发炎的话，是可以补充维生素 E。那这样可以让你的肝功能比较正常，减少这个发炎的现象。啊，另外你补充这个维生素 E 的话，会稳定神经传导，比较不会抽筋。那我们就建议他这样吃，他大概吃了差不多2个月左右，有来回诊，我们就问他说效果怎么样。他说感觉好像要好一点了，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他就觉得说好像有吃的话好像有点帮助，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麻的状况有少，可是他变成这一个月来觉得有点胃痛，有点胃不太舒服。我就说那我就好奇，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样维生素 E 怎么吃？他说他就早上空腹吃，他觉得说这样子效果吸收最好，他因为他花钱买，他想说最好是发挥最大的效用，他就空腹吃。那我跟他讲说你这是错误的，我们刚才明华有提到这个是 ADEK， 这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最好是要配合有油脂的东西吃，所以应该是饭后吃，像你空腹吃很容易伤胃，所以说我们建议他饭后再吃这个维生素 E， 那有时候配一点坚果或者是一点牛奶，有点油脂它会帮助这维生素 E 的吸收，这样是最理想的。对，我想很多电视前观众朋友，有的是为小孩，有的是孝顺为爸爸妈妈，可是你要了解他到底缺什么，
对，不是说健康食品就一定是最适合他，不能盲买。对，你今天听完了你就知道，不是你吃错的是负担，对，吃对的当然就是改善身体，对，就别再吃错保健食品，让自己变冤大头，花钱是小，伤身是大，对。所以保健食品怎么挑，你到底缺什么，今天也教你。当然一堂课是上不完的，我们陆续也会做介绍这个课题给大家。但是还是老生常谈，规律的运动啊，用食品来补才是最健康的。谢谢大家。谢谢。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